里说一滴幸福滋味 enjoy， 欢迎收看杰出好料理。我是小琪，我是阿拼，我是子杰。子杰好，青哥好。哇，我们今天子杰准备的这个有地瓜，马铃薯啦，干嘛嘞？嗯啊，马铃薯。你看爱皮，伊都一层一层哦。拜托，我最近拢在研究美食。哎呦，这个这样搭配起组合起来，这个蛮奇怪的哦。这个是什么料理呢？我们做一个洋芋海鲜蛋。洋芋海鲜蛋，对，怎么做呢？三二一，洋芋海鲜蛋，所需要的材料有马铃薯、中卷蛋、鳕鱼干、番茄、秋葵、盐、胡椒。首先，我们先把蛋加进来。嘿，怕嘞？先把蛋打干。好，能怕好爽。加入这个是鳕鱼的肝。加好。鳕鱼有肝？有。喂啦，鳕鳕鱼肝。哎，进来。把它捣碎吗？对。那这边我先把秋葵做一个切割。嗯。哇，那安尼讲起来。所有的肝，敢那拢真高尚，你像鹅肝，鹅肝酱，吼，足高尚啊，人的肝嘛足高尚的。嗯哦，番茄一样，把它切小丁，切小丁，哦，一样是脱皮哦，脱皮，口感较好啦吼。对。你有发现讲，咱子杰老师在做料理吼，都是当季时令的蔬果。哦。嘿，安尼较袂好讲，吼，哎妈妈吼，啊这边对边，这边对边，随手就当摕到，有当触卡就拢有净啊，好不好？让鳕鱼干融在我们蛋里面。嗯嗯嗯。好，然后我们的海鲜料进来。哦。哦啊。哇。啊，用的。那今天我们这道菜算是用炒的喽？算用煎的。煎的。煎的。然后蔬菜料。这个啊，我们先烤过，预先用烤的把它烤过。啊，这样子用吹哦，我们的食材经过烤的时候啊，它水分流失了，它的营养分就锁住。哦，对，而且它更加的甜。哦，要记得啊，跟烤地瓜一样。行，憨鬼哈，我们把它，啊，把它衣服脱掉，把它皮剥掉。嗯，那这边呢，我们就让它保持自然的，我们用剥的就好，不用切，然后把它捏碎进来。其实马铃薯，爸爸妈妈的马铃薯呢，准洗了有清洁哦。嗯，一定嘛，雕起出来不会不要紧啦。没关系，对，消化不掉营养。嗯，今天这个这样子，我觉得几乎都是原食物呢，哈。对，黑胡椒。哦哦。哦，对吧？对。结束了。结束吧。稍稍微有点小小量啦。很厚。盐巴一点点就好了。一点点。啊，那你鳕鱼干的咸无？有淡淡的咸味。淡淡的咸味，所以那个盐都唔好放上济啊，吼。好，搅拌。好，按即马杯锅子预热，直接煎。大火，大火。好，然后润锅一下。润锅。即那，我咧讲即个角锅淡热啦，爱靠门啊，靠迄个料理器械，润锅。好，蛋直接进来。哦，然后稍微去塑形一下。哦，整形。哎，哦，是要整一块一块，不是像咱到咱咧一半只大半的对啊。整一块啦，整一块。啊，爸爸妈妈，咱厝的闹迄种喔，整荷包蛋迄个模啊喔，哎，夹起来用应该可以啦哈。可以。哦，迄个圆圆的放下去夹卡落，就会一个一个圆圆的鼓起来。不用扁扁的对啊。那有夯诶。哎呦，真鬼够香哦！哇，那功夫对啊，那好，进来烤了。好，进来烤了，几分钟？一样，我们用180烤五分钟。180烤五分钟，接下来就是等待，马上回来哦。迫不及待啦！哎，你来这个酒席，酒席呢？哇！哎，我这有看到迄个鱼仔瓜规块。这是我今天2点上节目最好的一个午餐啊！哇！哎，嘿嘿，鳕鱼干的味道。鳕鱼干，它烤完会吃了会回甘。对，它烤完会有个煎的弹性。你有看到有迄个鳕鱼干无？有无啦？有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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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无哈，无要紧，我食看卖。哎呦，
别吃了，别吃光了。要有层次。嗯。秋葵。又有饱足感，马铃薯，这个中卷，哇！哎，番茄烤过，好好吃哦。嗯，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尤其是去皮，嗯，太贴心了。子杰老师，我们这道菜叫做是洋芋海鲜蛋。哇，阿爸阿爸，赶快！还是那句老话，嗯，上你们的官网，能够把它完完整整的学起来，做给家人吃。阿内赞赞，加油！解除好料理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拜拜。等到的时间，阿 Ken 再来跟大家英文教学。这个，阿咱这样是咪要停啊？要停啊？我讲两句啊。啊，你搁讲两句。无，因为这英文吼，我开真侪精神去学的。上次阿 Ken 老师有教过了，小卷是 small QQ， small QQ， small QQ， 卷卷的。中卷，中卷哦，中卷。啊，我想到啊，我老师教这个单字的时候，伊拄好人无爽快，请假，所以无学到。李姐，请问这个秋葵，秋葵的英文 ？Eggnog。啊？我不懂。什么？什么？秋天。秋。秋是秋天的秋，不是人中秋的秋哦。秋葵。我搁想起来，阮老师咧教这个时，都要笑。你搁笑困？其实我觉得真的可以来开一个这个单元。节目名称：烂掉的英文。